归西亚短片时间不长，但是呢也看到姚洋有一好身材，所以人家据说得过国际大赛的最佳身材奖。哪一年的事情？2008年参加世界男模大赛，在韩国首尔，获得世界最佳身材奖，与高人岂可交臂而失之。我们先看看姚洋的身材，之后咱们要比较一下好吗？好，咱别数了，反正有这么几块啊。想问一下姚洋啊，从事这个行业多长时间了？从2006年开始到现在。今天他来了，很高兴，我觉得你们可以跟他一起来PK 一下，试一试，以后找机会，比如什么宠物啊这类杂志也能找你们做封面啊，跟他学习一下吧，好吗？我们只能当宠物了，学学摆 pose 也好，好吗？行，好，来给点掌声。